先把线盘拱进去，先拱进去前面一个板，拱进去，然后对准那个顶锥，哦，然后手动咬紧，手动夹紧，好，再点动三声按钮。它这个三声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信物开关，它触碰到信物开关，它就会自动停止。大概这个摆臂处于这个水平位置的时候。